NBA 场均三双纪录的人。没错，陈英俊防小人的这个表现啊，总会让我想到当年的李雪琳。38-25，陈英俊，好，转换的机会，也是塞克斯的补防，对，等于是帮助古约卓拦下了这次弗兰克林的成功，正准，行，快到40了，黄州队啊，今天主场这个首秀有点难看的，是，现场到场的球迷们这会儿恐怕是要退场了，而且这场比赛呢，王菲这篮板球9次助攻，然后屡屡在关键时刻帮助球队完成杀死比赛的举动，然后这边萨克斯的表现大家也看到了，这边身的位置，对，在山西队内线发人的时候，他一直都在被推上四号位，当于空间型的四号位在用，是今天的轮换顺序呢，相对的比赛到最后时刻了，陈英俊打到了最后的决胜时刻啊，不是最后的决胜时刻，最后的比赛时间，这怎么能叫决胜时刻呢？